因为我觉得是来自于，就是现场所有热爱电影人为电影奉献的，他们那个掌声袭来的时候，那个会有一股能量，好像，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祝福。嗯，但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，我自己可能我常常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，或是会常常 judge 自己，或者是会觉得自己人格上有缺陷。站在这种神圣的地方，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资格，所以我就会有一点点紧张，然后有一点点感动啊。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接纳了我这种感觉，因为 casting 其实第一个他所要就是要把我们演员聚齐，他是一定要有他自己专业上的判断，觉得什么人适合摆在什么的位置，是他第一个难。第二个难是他在现场跟他的团队们要无时无刻的照顾我们演员，可能是哦冷啊、热啊、喝水啊什么一些，就是生活上的一些，我们都直接对的都是 casting， 所以他们其实很辛苦。对，而且这个给我一个启发是，一个那时候那个亚梅姐给我一看一个影片，她是在讲美国 casting 的东西。我觉得对，它是一个拍电影很重要一环，它需要被大家知道。所以透过金马这个典礼，我可以让如果可以让看电视人知道，哦，原来电影有一个 casting 这样的职业，它是多么的重要的存在，也许就可以让大家了解。对，我其实，在表演上，我常会有一些不踏实的感觉。那表演其实可以很难，也可以很简单。冯凯导演跟我说，表演不难，其实但是很深。我完全可以体会他讲的话，所以我期待未来每一个相遇的角色。可是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东西来挑战的话，我想要趁我现在还身体健康健壮的时候，演一些就是类似武打动作的东西。